这台服。今天他们周日冒险岛会送30个选择型神秘徽章。然后东南亚这边是可以有5倍的合成伟大灵魂结晶的概率，然后就是能力潜内在潜能力的那个消耗打折，然后就是蝴蝶结的那个分数还有上限都会加倍。然后韩服今天是觉醒币2倍，然后伟大灵魂结晶的获得概率5倍，还有这个咒语符文的这个费用打折，还有今天还有热力活动。首先是费用减半，费用减半，然后今天有热力，然后日服今天会比较适合练级，它今天有赏金猎人和火焰狼的经验值2倍，然后就是 Rise 常规的这个上限2倍，还有那张票2倍。给2张票，这又是国服。今天他们有双倍 rise 的硬币，还有他的图章会发2倍，然后就是符文经验值2倍，还有神秘盒的这个所有每日任务奖励会有2倍的神秘徽章。